我只是没有在像这样子的公开场合讲说我遇过这样子的事情，但是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，尤其是女生，都有说，只要我觉得她可能会遇到跟我一样的危险的，我都有说，甚至是我私底下的朋友，我也都会说，因为我真的害怕我身边的谁遇到了一个可能像我一样的事情，但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。那这10几年来真的一直都只是没有公开说。 公开也会开始被质疑或者质疑自己，是不是会被相信？他会不会是什么炒新闻、蹭热度这种？我很好的朋友，就是认识几十年的朋友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会想要现在说出来？”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打了一个大问号，我想说你不是我朋友，你怎么问我这件事情？我就是一个遇到不对的事情，我就是想说出来，我不说出来我就浑身不对劲，我就很难受的那种。是那个戏曲。对啊。 一个月的大概是，我等于是你先没有收入，然后你那边在租房子，准备要交屋了，马上就要付房贷了，还有装潢房，就是各个地方都在跟你要钱，然后你还要生活，可是我完全是没有工作，而且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工作，就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。然后因为我又是家里，我是我们家周家唯一的，就是唯一还有在工作的人，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很大。 不知道未来在哪，还是有周转过来，很幸运有周转过来。然后那时候我也有跟我老公讲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一阵子很辛苦，他就是扣出来。你看不太会讲什么好听话，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。本来一度真的在很严重的时候，还觉得当初结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是我真的害怕。但现在想一想，我觉得我真的很谢谢他。那挺过瘾。 没有什么理由要离婚，但只是觉得，就是害了他得跟我过这样的生活。本来是一个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我突然大众伤，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